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院子太久没人住，所以慌了。没事的。 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院子太久没人住，所以慌了。没事的，收拾收拾就好了。对，收拾收拾就好了。院子没人住，自然会破败。咱们不是回来了吗？对吧？啊，收你这蠢徒弟有什么用？说话。师傅，您放心。 有事弟子夫妻俩，有徒儿在呢。我跟师叔一起，一定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。嘿，你小子倒是挺会拉壮丁啊！啊，哼。没事，我先带你们四处转转，等下山采买一些东西，回来再好好收拾。好。程良，你看。 程灵啊，你可别小看这庭院里的一石一木，都是有讲究的。这庭外有28星宿阵，如有敌人来犯，我们只需要在这里，便能御敌于外。这些啊，还是你龙师傅设计的呢。哎，别碰！这些机关年久失修，可能都已经锈了，等修好了，我再给你们展示。嗯。 这里便是议事厅。小时候，师父就会坐在那儿，考我们的功课。逢年过节，大伙儿都会聚在一起，围炉守岁。 四季花常在，九州是尽致。师父，这幅画也是太师父画的吗？阿轩，是啊，这上面81朵梅花，代表着我们四季山庄这一带81人。 久久归矣，全部葬送在我手里。